罗布，大家 hello， 我是今天的美丽家人特派员金老佛爷。你知道我们的茶不只可以用来喝，还可以来调制香水哦。那今天就要带你来体验一下调制这个香水。谢谢你，因为我觉得属于我自己的茶香的味道，就觉得很棒。其实我们的香水都是属于每个调香者自己专属的气味。其实对我们 Pen7 来说呢，是瓶装的台湾文化的概念，以气味的方式去传递台湾人温暖情感的一瓶香水。